现在开始进行急救措施相关安全教育。第一，如果发生紧急情况，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。第二，为了避免慌张，平时要多练习急救措施相关训练。第三，处于危机状态时，需要立即进行紧急措施。急救措施安全守则，完成任务。